CCTV 5直播中国女排出现大战，巴西送蔡斌大礼助力，李盈莹争六胜。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众所周知啊，那么最近呢，中国女排已经抵达了保加利亚，接下来在28号呢，也将会陆续有四场比赛。从目前的日程安排来看呢，中国女排接下来呢还剩下2到3天的时间，所以确实时间是比较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务必呢要做好第三周比赛的一个准备。从日程来看的话，大家也知道呢，中国女排在28号的晚上10点呢，首先将会迎战巴西女排，到时候央视 CCTV 5呢也会进行直播。这一次的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是一场呢出现大战。虽然说我们打败巴西女排，并不一定就注定中国女排就能够进入总决赛，拿到这一次的8强的门票，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那么这一次如果说我们面对巴西女排没有能够拿到胜利的话，可能一方面会导致我们的排名呢跌出前8，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导致我们呢在后续去面对另外三个强敌呢，可能信心跟我们的一个士气会因此受到打击，到那个时候是不利于我们在后续取得更好的成绩的。所以基于这几点的考虑之下，那么中国女排接下来去面对巴西女排这场比赛当中呢，确实有必要拿到胜利。只有拿到胜利，我们接下来这一次的出线大战呢，才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个优势，才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这一点呢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那么这一次确实需要去努力的打好比赛，争取获得胜利，甚至如果说3-0零封巴西女排呢，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了。从目前这场对战的比赛来看呢，对于双方而言呢，其实中国女排在心理方面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因为大家知道，在第一周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强势打败了意大利女排，而在第二周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这个输给我们的球队，也就是意大利呢，他们呀也是爆冷打败了巴西女排。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中国女排去面对巴西女排呢，我们是占据优势，我们是有希望能够去打败对手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球员而言呢，也要认识到，不要太过于畏惧这种强大的一个对手，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呢，能够去在对方身上呢占据优势的。那么另外一点呢，还要提一下，就是最近呢，巴西女排这边呢，有球员是确定了接下来要进行一个面部手术，就是呢他们的主力副攻迪亚娜。那么近期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接下来要进行相关的手术，所以将会缺席第三周世联赛的一个比赛。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这一次去征战的话，无疑呢也是收获了一个意外的大礼。这一下他们的副攻缺席，对于我们而言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助力。那么他们的实力削弱，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将能够更好的把握我们的球员阵容的优势呢，能够以更好的一个表现去打败对手。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而言呢，也是有利于呢接下来去争夺胜利的。从目前来看呢，前面2周比赛，中国女排呢已经是打出了5胜3负的一个成绩，不算是特别理想。目前呢排在积分榜的第6名了。所以对于李盈莹来说啊，接下来的话有必要呢去争取第6胜。如果说能够打败巴西女排，我们的积分榜呢能够回到更加靠前的一个位置，那么后续我们将能够有更大把握能够闯进总决赛。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开头所说的，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能够去提升我们中国女排呢此前低落的士气和信心。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这场比赛不管是怎么样去看呢，都有必要去拿下这个对手。当然其实最终啊，我们也知道呢，巴西女排的确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一个对手，所以我们的球员呢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再犯下此前面对美国以及日本女排那边呢出现的问题。一旦呢比分拉开差距之后呢，我们这边就紧张毛躁着急，随便乱打球，最终呢是落入了对方的节奏当中，吃了大亏。我们希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一些荒唐的错误了。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